大师可以叫我空手道吗？什么杰作？你早已经是我手下败将。我今天来只是想教训你，我想让你知道，在美国没有你李小龙的地盘，你不能这样张狂。张狂不张狂，等我们交完手了以后再说。今天我要当着你的学员面前，和我的学员面前，还有山本先生，以及 大师得罪了。哎，山本先生，您答应我的事情，我希望您能够履行诺言。过两天，我会登门拜访。 把牌子挂上。